欢迎来到广州讯 King Autos， 肃静，您即将进入全新旅程。本周五款从里到外拒绝单调，兼具内外双重魅力。你我熟悉的设计也跟着改变，勇于突破的终将成为经典，甚至是划时代巨作。倘若这辈子能拥有一台兰博基尼，也就无憾了。精选一，熟悉莲花跑车的朋友一定都知道，他们家的车都是走硬派路线。如果没有人要比车凶的觉悟，劝你还是回去练练再来。不过记得手脚要快，因为最凶的 Exige 快要停产了，现在只剩 Final Edition 最终限量版，错过了就没啦。精选二，对双色情有独钟吗？那就一定要看看尼桑 Kicks 哈骚版。除了提供橘顶光辉及橘顶独白两种畅销车色之外，内装也都是双色配置哦。这么时尚的车款只限量300辆，再不抢可就没有了。精选三，限量总是残酷的，全球限量63辆的 Lamborghini 一样，据说要收藏高达10辆的蛮牛才有资格排队参加面试。原厂定价1亿台币，招入台湾将近2亿台币，而台湾仅有一辆，不应该说台湾居然有一辆。精选四， Gogoro 再度为可爱又平价的 Viva 车系推出加大版的 Gogoro Viva XL 啦。不管是要逛街 shopping、 通勤上学还是双人旅游，绝对都能满足你的空间跟需求。精选五，夏天要干嘛？不怕晒的话，当然是开着水水的敞篷车上路耍帅。相比面这次就把试驾的 B&W430i Convertible 开到海边，一路上开着篷吹着风，享受被人注目的快感。但记得要擦防晒油哦，不然晒到脱皮可就麻烦了。以上带大家快速回顾本周热门新闻，更多完整内容继续往下滑到影片说明就能回顾文章咯。记得给我们一个 like， FBIG 也要 follow 哟。下周再见啦， See you。